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武力的角逐，更是权谋的较量。硝烟四起，苏联为何会与法西斯德国达成协议？是自保还是妥协？战火蔓延，盟国怎样求同存异，共同面对法西斯的入侵？尘埃落定，西方巨头如何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次次谈判背后又暗藏着多少谋划与隐心？百战经典系列节目《二战之密谋背后》，1942年6月28日，德国士兵向苏联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代号为蓝色行动。4周之内，德国人就向东推进了760公里，直接插进了苏联的心脏。实际上一直是我们德军在主力进攻，我们一直向前冲，苏联则想办法摆脱进退两难的困局。那时候我们对战局充满了信心，坚定地认为自己可以赢得任何战争。德国军队被希特勒分成了2组， B 组军一路朝斯大林格勒进攻， A 组军则大举向东方挺进，他们的目标是高加索油田。希特勒可以在这里获得他维持这场战争所需的最紧缺资源。苏联石油部长尼克莱要求紧急会见斯大林，那时德国已经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在那之前，我和斯大林有过5次重要的会面，斯大林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请进，他就在里面。你是战友？也许是出于对苏联的热爱，我一直很尊敬他。没事了，你先出去吧。尼克莱·拜布科夫是苏联特级石油专家，斯大林把一项重要任务派给了他。我们要尽一切努力，绝对不要让任何石油落到德国人手上，请记住，如果你把1吨石油留给德国人，我们不会原谅你，因为这是叛徒才会做的事，敌人会用它来伤害我们。不过如果德国人还没有抢夺石油，你们就开始发慌，以至于先把设备炸掉，那我们同样不会原谅你。如果我是他，我可能也会这么说。高加索是这场战争的关键，结果最重要，手段是次要的。德军在向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挺进时，抓捕了大约50万苏联战俘。
十分相信自己的实力，希特勒甚至把司令部迁到了乌克兰的文尼察市。希特勒把东部看成了只需大开杀戒就能取得胜利的战场，他甚至还会高调发布种族歧视言论和表达建立纳粹帝国的设想。他们只需做一件事，那就是将这里德国化，迁入德国移民，把当地人说成是落后的土著。1942年8月12日，苏联高层以为欧美终于向他们伸出了援手。丘吉尔是十月革命后第一个访问苏联的英国首相。西方对苏联的敌视从未因战争而减弱过，这一点斯大林十分清楚，倒是丘吉尔似乎不太知道自己在斯大林心中的形象。其实我不喜欢英国人，也不信任他们。英国人很会搞阴谋，又很固执。英国奴役全世界这么多年，控制了那么多土地，但这不怪英国，要怪只能怪其他国家愿意挨这个欺负。我们仍然会手拉手亲密合作，像同志和兄弟一样，直到世界上所有的纳粹政体从这个世界上完全消失，彻底父王。大英帝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丘吉尔不得不求助于苏联，所以这次他有备而来，就像一位英国将军说的，要钻狮子洞就得舍得几片肉。苏联要求立刻进攻已经沦陷的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缓解红军在东线承受的压力。可丘吉尔带来了坏消息。我想坦白相告，我也希望你能把真实的想法坦白地告诉我。实际上，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都认为我们无法在九月采取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我们真的做不到。据会议记录所述，斯大林的脸色非常阴沉。丘吉尔空谈了一些计划，希望可以取悦斯大林。我们绝对可以拿下20座德国城市，就像我们过去攻下科隆、吕贝克、杜塞尔多夫一样。更多的飞机，更多的炸弹，如果战局需要，我们可以把整个城市全部炸平，炸个底儿朝天，让所有住宅全部变成一堆瓦砾。按英国会议记录的描述，丘吉尔关于轰炸的许诺有效地改善了会场气氛，斯大林的态度也有所缓和。丘吉尔又做出了另一个承诺，即开辟另一种形式的第二战场，这和斯大林所预期的大相径庭。我们会攻占法属北非的北部海岸线，然后拿下整个北非地区。我们已经派了25万士兵来专门执行这一艰巨的任务。我们姑且把它当成一个好消息吧。第二天，会场气氛再次恶化。斯大林留了一张便条，指责英国没有按照承诺，在1942年开辟真正的第二战场，同时也指责西方世界阻挠苏联掌控全局。这段影片完全掩盖了两大巨头背地里的激烈冲突。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相处得非常愉快，两个如此有影响力的人进行了一次天衣无缝的合作。其实双方都对对方心怀不满，北约互为苏联军队不利造成了惨重伤亡，行军进度也一拖再拖。
斯大林在宴请丘吉尔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谈到了这个问题。难道英国海军一点荣誉感都没有，不知道完成使命是军人的天职？你这么说太武断了，我们没做错什么。我很清楚海战该怎么打，海军该怎么调配。你是说我不懂海战和调配海军？苏联是陆地上的猛虎，英国是海上的蛟龙。为了唤起斯大林的合作，丘吉尔不得不忍气吞声，尽量保持友好的气氛。对了，你有没有觉得打这场战争和你推行农场国有化、进行集体经营同样的困难？哦，不，战争要难得多。你是怎么摆平那些富裕阶层的，也就是富农？我们自有办法。斯大林阁下说他们自有办法。在斯大林和丘吉尔的交往中，斯大林始终占据着主动。尽管丘吉尔对苏联的政治经济政策存在诸多不满，可他觉得此时宣扬西方价值观或者进行指责显然不合时宜。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武力的角逐，更是权谋的较量。硝烟四起，苏联为何会与法西斯德国达成协议？是自保还是妥协？战火蔓延，盟国怎样求同存异，共同面对法西斯的入侵？尘埃落地，西方巨头如何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次次谈判背后又暗藏着多少谋划与隐心？百战经典系列节目《二战之密谋背后》。与此同时，德军的 B 组军团已经靠近了他们的目标。那一刻我们真的是太高兴了，突然一条银白色的缎带出现在了我们面前，伏尔加河。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需要攻占的地方，我们的目标也许还是整场战争的终极目标。这可是伏尔加河，伏尔加河以东就是广阔的森林，一直延续到地平线，一眼望不到边。当你站在亚欧分界线上说我来到了伏尔加河，那一刻简直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同时我们也对取得胜利充满了信心。一座当年还被称为斯大林格勒的城市就位于伏尔加河的西岸，那是德军前进的必经之路。于是1942年轰炸斯大林格勒的战役打响了。轰炸是从上午10点开始的，我们看到大量飞机从头顶飞过去，他们朝城市中心扔了大量炸弹，
立刻就炸成了一片火海，很多大楼都被炸塌了，到处是轰鸣声和惨叫声，很多市民都疯了一般要冲回房子里。斯大林号召并鼓励我们保卫自己的家园。那一战非常惨烈，我们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来。我们要时刻不停地想到哪儿去弄吃的，因为我们经常会挨饿。德军向斯大林格勒持续进攻了3个月后，强大的红军开始全面反攻。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斯大林证明了自己完全有能力领导苏联走向胜利。斯大林过去喜欢独断专行，现在改变了风格，他开始严肃对待作战方案，尊重各位将军的意见。很好，就这么做吧，我绝对支持你们。1942年11月19日，100万苏联将士投入了天王星行动，他们要直接歼灭陷入斯大林格勒战争泥潭的德军士兵。苏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德军不仅在斯大林格勒遭遇了惨败，而且不得不取消了进攻高加索油田的计划。斯大林格勒一片狼藉，当苏联士兵收复失地的时候，城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居民活了下来。一名士兵开了我们房间的门，我哥哥喊不要杀我们，我们是苏联人。士兵跟其他人说进来吧，这儿有几个孩子。看到我们，这些士兵全都哭了。克鲁特娃是幸运的，这一战让苏德双方都出现了严重死伤，市民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即便是近些年，每当春寒解冻，人们偶尔还会发现新的白骨。大约50万红军将士死在了斯大林格勒，这个数字比英国人在二战中损失的总人数还要多。在西方，这一战使苏联军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美国《时代》杂志把斯大林评为1942年的年度人物，文章中对他进行了这样的评述：斯大林的手段虽然强硬，但是他赢得了胜利。几个月后，美国《生活》杂志把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形容成了类似美国联邦调查局一类的机构。大多数人都在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斯大林这个人，最初人们把他看得过于强大，后来又把他完全贬低成了政治独裁者，杀人的刽子手，对他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作为从膜拜转变成了全盘否定。在这方面，美国和西方政府率先诋毁斯大林，西方传媒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并不能抹杀斯大林在二战中的作用，更不能抹杀苏联红军浴血奋战所取得的成果。而另一方面，忙于算计斯大林的西方盟军迟迟没有开辟第二战场，这让苏联军队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境地。英国首相于是再次造访莫斯科，他担心苏联会一怒之下与纳粹议和。苏联和西方的关系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双方的关系已经冷到冰点。
丘吉尔再次向斯大林示好，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北非开辟了一个貌似第二战场的战场。小伙子们在树和灌木的掩护下行进了几公里，他们已经做好进攻的准备了。盟军在北非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抵抗，这为英美拖延1943年进攻法国的计划提供了新的借口。毕竟那才是斯大林渴望的真正的第二战场。1943年5月，丘吉尔来到了华盛顿，和罗斯福进行了一次会谈。苏联人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让我们显得不够仗义，斯大林等着我们呢。就像我刚才说过的，在1943年缓解苏联前线的最佳办法就是拿下意大利，让他彻底退出这场较量。这样一来，我们就会迫使德国人派遣大量军队防守巴尔干地区。说到缓解苏联战场的压力，美国人认为应该继续这样一个战略，那就是迫使德国人战斗。因此我怀疑，在到底应该做什么这一环节上，英国人和美国人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丘吉尔想进军意大利，可美国人有其他打算。美国政府觉得迫使德国人应战的最好办法就是尽快实施海峡作战行动。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关系远没有媒体吹嘘的那么和谐，他们都觉得有必要合作，可总是有争执。丘吉尔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摆平了罗斯福，而罗斯福则一直认为自己摆平了丘吉尔。丘吉尔和罗斯福两个人的处事方式非常不同。几乎就在罗斯福苦口婆心意图说服丘吉尔的同一时间，他也在尽最大努力说服斯大林。在与丘吉尔会面的几天前，罗斯福派人向斯大林送去了一封信。可以开始了吗？他要求这一次行动要对英国绝对保密。我亲爱的斯大林，我委托我最重要的好友约瑟夫·戴维斯给你带来这封私人信件。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罗斯福选择信使的时候费了一番脑筋。20世纪30年代，富有的银行家约瑟夫·戴维斯做过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我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最终他在现任美国大使的陪同下来到了斯大林的办公室。当时丘吉尔已经赶到华盛顿见到了美国总统。戴维斯对苏联和斯大林表现得十分恭敬，他不仅写了一本书正面报道了莫斯科之行，最终还把它拍成了电影。我想把实际情况告诉美国民众。作为一个美国驻苏联大使，我将把我所见所闻的真实感受记录下来。莫斯科任务，它描绘了我们这个时代大危机背景下的真相。沃尔特·胡斯丁扮演戴维斯大使，安妮·哈尔丁扮演戴维斯大使夫人。这是一部讲述斯大林、丘吉尔和其他世界重要人物故事的电影。他会为您介绍几个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我们两国政府的合作，无论对这场战争还是对战后和平来说都是重要的，
我们应该先放下意识形态差别。二战后，英国将会长期陷入财政灾难，所以我们两个国家的联合具有重要意义。很不幸，您和罗斯福总统没有机会见面。罗斯福总统认为这样的会面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所以他才派我以私人的名义传达他的建议。这封信实际上是罗斯福对斯大林的一次会面邀请，信上列举了几个适合的见面地点。罗斯福总统还在信中明确表达了要将丘吉尔排除在外的意图。冰岛显然不太合适，因为你和我都在忙于战争，另外在那里太惹眼了，我们很难不邀请英国首相丘吉尔，而我认为在某些问题上我们要适当回避英国，这符合我们双方的利益。罗斯福表示，这次会面应该只有苏联和美国领导人参加，地点可以是西伯利亚或阿拉斯加。会面地点可以定在西伯利亚或阿拉斯加。罗斯福希望能在丘吉尔不在场的情况下与斯大林进行面对面的交谈，他觉得这样更便于自己施展拳脚控制这位苏联领导人。我觉得贵国总统想得很周到，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你可以转告总统阁下，我非常期待我们的这次见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武力的角逐，更是权谋的较量。硝烟四起，苏联为何会与法西斯德国达成协议？是自保还是妥协？战火蔓延，盟国怎样求同存异，共同面对法西斯的入侵？尘埃落定，西方巨头如何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次次谈判背后又暗藏着多少谋划与野心？百战经典系列节目《二战之密谋背后》。在克林姆林宫以外的地区，民众对外国人的猜忌仍十分明显，这是一种普遍的心理恐惧。如果有人这个时候去苏联，你会发现很多苏联人都很怕外国人，他们身上都被一层怀疑的阴云笼罩着，你会从心里为他们感到遗憾。胡格朗吉也是莫斯科任务的参与者，他一直怀疑苏联克格勃在监视英国人，他很快就证实了这一点。有一天，我到几个房间的特殊区域转了转，结果我发现他们在每个房间都装了窃听装置，密码室里有，其他房间也有。他们可能会装在通风口里，也可能装在壁脚板夹层里。我们都很惊讶，接着就故意弄了一些怪声，有人还骂了很多脏话，然后我们把他们拔出来
处理掉了。苏联官方怀疑所有外国人，这给外国人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也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比如苏联北方大天使镇的居民。在这里，当地人和西方水手之间有一些接触，生活也受到了一些滋扰。当水手上岸休息的时候，经常会光顾一家专门为外国人开设的酒馆，它被称为国际酒馆，当地人只有在受到邀请的情况下才能进入。当然，这些受到邀请的人多数都是漂亮姑娘。每周那里都会举行一次舞会，我每次都会从晚上8点跳到凌晨4点，凌晨5点的时候我才会回家。我那时非常漂亮，也很年轻，我的牙齿非常好，我的嘴唇也很好看，大眼睛，肤色柔和，不用化妆就很漂亮。他们觉得我很有魅力，也非常友好，而且我很会跳舞，舞姿还算不错，所以酒馆里有很多人喜欢我。那儿还放电影，我看了很多非常好看的电影。玛利亚蒙特斯和成群的基建充满了财富和异国情调，就像东方世界一样令人着迷。所有人都说你真的很漂亮，如果你去好莱坞，你肯定会成为大明星。我那时就希望做演员，根本不知道除了这个我还能做什么。那时我太年轻了，什么都不懂。受到美式浮华表象的蛊惑，伊夫利瓦终于和一个来自布鲁克林的水手恋爱了。他说，我们是夫妻，你是妻子，我是丈夫，我们就在一起了。他后来从美国布鲁克林给我寄过一些信，他不知道我已经怀孕了，我没有告诉他。苏联克格勃查看了瓦伦蒂娜·伊夫利娃的日记，日记上写道，我想去美国，在那儿只要漂亮就能生活。瓦伦蒂娜·伊夫利娃因此在战俘营关了6年监禁，此后他再也没有见过那个美国年轻人。伊夫利娃的美国梦永远成为了泡影。任何事只要上升到官方层面，就会立刻遭到冻结，情况非常糟糕，双方媒体也一直在进行攻击，民众之间都充满了敌视。1943年的事情又加重了苏联人对我们的不满，因为那时候他们真的非常无助，我们又没能伸出援手。1943年，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华盛顿做了一个决定，而且很清楚这会激怒斯大林。他们把进攻法国、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时间延后到了1944年，这是个落井下石的决定。他们都不知道如何通告斯大林。一天晚上，我独自在地图室值夜班，门突然砰的一声被推开了，一大群人走了进来，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还有美国和英国的高官。他们这次会面是要商讨如何应对斯大林的问题。英国驻华盛顿事务负责人约翰·迪尔起草了一份草案，想出了一套推脱责任的说辞。马歇尔将军和利亚将军又对措辞进行了一番润色。我们都知道这个方案肯定没办法让斯大林满意。这封电报最终还是在6月2号发给了斯大林。
进军法国的日期改在了1944年春天。这一变动巧妙地出现在了这封冗长电报的末尾。我就知道他们要耍花招，果然不出所料。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消息肯定会激怒斯大林。不论什么，都不能指望他们。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一直在独自抵抗纳粹，欧美不但拒绝援助，而且还想坐收渔利。库尔斯克位于苏联心脏地区，有消息称德军将针对这里展开另一次大规模进攻，这进一步加重了斯大林对英美背信弃义的恼恨。这一次德军准备了3000辆坦克和大量机枪，其中还包括最新研制成功的黑豹坦克，另外还有40万大军。在这次战役之前，苏联军队还没有过在夏天打败德国军队的先例。在1941年和1942年的战斗中，寒冷的天气或多或少帮助了苏联红军，让德国先进的战争武器没能发挥作用。现在苏联红军能否守住库尔斯克，对整个二战战局都将产生决定性影响。回到伦敦以后，英美的同盟关系又产生了新的变数。丘吉尔终于知道了戴维斯莫斯科之行的真正用意。丘吉尔知道了罗斯福想要避开自己和斯大林单独会面。请原谅我用坦白的语气表达我对近期一些事态的看法。在非常时期，敌人任何挑拨离间的宣传，我都只能信其有，不敢信其无。所以我想核实一件事，有消息称美国和苏联将举行一次秘密会谈，英联邦和整个大英帝国都被排除在外。这一传闻制造了极大的困惑，引来了不安和警觉，希望戴维解释。1943年6月28日，罗斯福做出了回复，他编造了一个谎言。我并没有向斯大林提议要单独见面，是他自己和戴维斯说，一方面我们可以单独见面，另一方面可以不用带任何官员。这与事实相去甚远，单独会面的提议其实完全是由美国人提出来的。很不幸，您和罗斯福总统没有机会会面。不过罗斯福的这一诡计至今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斯大林决定不再相信所有西方国家，他决定依靠自己。库尔斯克战役在1943年7月5日这一天打响，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战役，仅250万士兵在相当于比利时国土大小的区域内展开了厮杀。德国人非常勇猛，但是他们无法和苏联红军相比。注意敌人的飞机，疏散。在库尔斯克战役中，苏联红军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他们强大的实力。孤军奋战的苏联红军击退了装备精良的德军。直到那时候才明白苏联到底有多强大，过去我们不敢相信，现在大家都悲观起来，明白了德国肯定会输，战争结束了。
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红军遭遇了大量伤亡，差不多有20万苏联士兵死在了战场上。如果英美能在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库尔斯克战役也许就打不起来。即使打，我们的损失也会小得多。从道义上说，他们原本应该尽早开辟第二战场的。西方盟军起初并没有真心打算开辟第二战场，不过这一想法随后发生了转变。1944年，大批美国士兵和英国士兵会合，为一场规模浩大的两栖登陆战做准备。这场战役就是后来著名的诺曼底登陆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武力的角逐，更是权谋的较量。硝烟四起，苏联为何会与法西斯德国达成协议？是自保还是妥协？战火蔓延，盟国怎样求同存异，共同面对法西斯的入侵？尘埃落地，西方巨头如何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次次谈判背后又暗藏着多少谋划与野心？百战经典系列节目《二战之密谋背后》。